睡，深夜再多看你一眼，未知的每一天，不放心你独自面对。我从来不怕累，只怕你委屈流眼泪，沿途多少我的心脏到现在还是扑通扑通跳不停。宋阳米，你又不是死人，谁的心脏不是扑通扑通的在跳啊？陈亚楠，你非要破坏此刻的完美才行吗？嘴巴本闭起来呀！明天，你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，还是赶紧加入一个社团，学习如何防身吧。谢谢学姐关心，但是我不觉得以暴制暴能够解决问题，更何况这个麻烦还是我自己惹的。我希望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嗨，我说你这个人怪了，既然这么讨厌格斗，你干嘛要进正则啊？因为我需要这笔奖学金。终于等到他迟到了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肯德基宅急送。您刚才点的外卖迟到了，公司可能会派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太好了，今天有肯德基吃。我们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迟到？那等你们下次考了100分，再给你们买肯德基吃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下次一定考100分。多吃点。你迟到了。不是说好下单30分钟内必达吗？对不起啊。咦，我点的窝窝头呢？这次连东西都没送到。
还敢号称宅急送无敌外卖手，刚刚在路上出了点意外，不好意思啊。是吗？别告诉我还要再送一次哦。我告诉你吧，我点了27次，吃了快2个月的肯德基，无非就是等了这一刻。你在干嘛呢？这是我学弟。你们认识？哎，我不管他是你学弟还是学长，总之。 不要让他再往上发帖承认，首次尝到败绩，迟到了19分26秒。您稍等一下，我已经给您重新下了订单，其他同事正在送来的路上。不好意思。哎，等等，我话都还没说完呢。好，姐，你这学弟怎么这么没礼貌？ 你是不是闲的？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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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可是我就好奇啊，你早就不把别人对你的看法放在心上了，怎么一个学弟的话你不在乎？哎，你要看他不痛快，我替你打他一顿。不需要。谁呀？我干嘛那么在意他？林竹、明朗，你们看哥带什么回来了？这么晚了，应该睡了吧？早。早。哎，爷爷呢？哦，他先去公司了。昨晚怎么了？鬼吼鬼叫的。我做噩梦了。噩梦？你梦里那个怪兽，该不会被你打残了吧？嗯？什么事儿，方总？抱歉，我今天的会议我恐怕没法参加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病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去休息吧。昨天才跟这些大叔大伯谈完少男心。少男心？昨天亚楠还跟我说少女心来着呢。这东西什么时候这么重要啊？姐，这对那些叔伯来说，这是工作上的要求，不得不。但对于你来说，却是你这年龄早该有，但你一直不开窍。我不需要。哦，好吧，那就继续维持你的钢铁女王心吧。一个拥有20岁外表却拒绝长大的小女孩，希望你奔30不会后悔哟。干嘛？我都快破关了！我要毁你的少男心！很烦耶！小雨，车嫂把你订的花送过来了。待会儿要去看技术。嗯。看来你有心事，每次有心事，你就会去看技术。牵起他的。
噔噔噔噔，嘿嘿，今天是不是放你第一次穿裙子上学啊？叔叔送你个礼物，庆祝庆祝。哟，怎么了？不开心喽？这叔叔应该会长得像怪物吗？胡说八道，是不是那些小朋友说你了？叔叔明天就帮你教你教你的。不急说。不能全怪同学，是我先打扮成男孩的。方宇就是一个善良的小女孩，是不是？别人说你都不怪他们。如果你是怪物，那我们岂不是长个脚的外星人吗？方宇啊，你要记住，是不是怪物不应该看腕表，知道吗？应该看这里，那些心存恶意的人，这里都住了一只怪物。是不是啊？季叔，可惜你送我的唯一的礼物，我也保不住。你知道吗，小兔子宝宝？季叔不在，我只剩你这个朋友了。依赖这种东西会使你变得更软弱，你要学会长大，你弟弟还小，需要你帮助，知道吗？季叔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季先生，我是明海的儿子。很抱歉，直到现在才来看。谢谢谢谢谢谢刘警官，哎，您客气了，奖状就不必了，我们墙壁上已经快贴不下了。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哎，你说，如果主任要表扬我们，干嘛叫我们过来啊？直接贴在布告栏就好了。谁说要表扬你们了？我们惩奸除恶，见义勇为啊！啊！哪次在校外打架，你们不是这么说？都让你们见义勇为了，那要警察还干什么？不行，现在正则已经引起太多关注了，这次我得惩罚你们。主任，学姐们只是基于同学爱。要罚就罚我一个吧，或是我惹的。明天同学，我怎么会惩罚你呢？来来，身为正则的新生，你不卑不亢的面对恶势力，还可以撑到学姐来拯救，你应该被奖励的。奖励？从今天开始，主任派专人贴身指导，让你迅速变强。至于你们三个，就罚你们牺牲课余时间。
积极锻炼明天。谢谢主任，我一定接受处罚。主任，奖励跟惩罚为什么一样？怎么就不能一样了？没听说过殊途同归一体两面吗？哎，可是，好了，就这么决定了，你们出去吧。时间要抓紧了，除了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，所有时间都要跟我去锻炼。宋小米，你当我跟方宇是死了还不再生气啊？快给我！为什么？明天我来训练就行了。把手机还给我，主任都说的是我们三个一起训练他。不要，我训练他就行了。学姐，变不变强，对我来说不重要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明天等我。哎，臭小子，怎么这样？主任都说话了，还是不肯。哎，看来啊，他这么讨厌格斗，肯定有原因的。正则联赛，是不是新生也要参加？对啊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两性之间要想和谐相处，一定要用对方法，胡搅蛮缠、霸道任性，那都是不行的。谁愿意在这浪费时间听这些？程亚楠，看来你对两性和谐相处的问题有些意见，不妨说出来听听，和大伙分享一下。教授，在我程亚楠眼里，没有两性，只有对手，所以不需要和谐。只需要你死我活。说得好。丫头，格斗只是一时的，两性相处才是一辈子的。教授，陈亚楠同学呢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啊他连少女心都没有。宋小米，谁说我没少女心的？方宇，你告诉他我有没有少女心。哦，找一个更没有少女心的人来替自己作证，这不就像是叫土匪来帮小偷证明自己善良一样搞笑？宋小米，宋小米，我告诉你，我不需要少女心。安静，安静，你们两个先坐下吧。丫头们呐，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来上这门课的原因。我待会儿所讲的内容，你们一定要认真学习。教授，十分抱歉。主任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是，我找一下方宇同学。方宇，那你去吧。嗯。好，那下面我们先来讲一下倾听的重要性。会不会就是因为我没少女心，所以才老被看成是怪物？留着一头长发了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吗？方宇，我跟你讲啊，虽然待会只是一场联谊赛，但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，毕竟对方也蛮有实力的。嗯，主任，我知道了。辛苦了。不同于一般的拳类运动，泰拳是由古代战场上的作战技巧演化而来，因为以杀敌为最终目的，所以在技法上百无禁忌。百无禁忌很容易理解。下面我们就首先来讲一讲倾听的重要性。但教授刚刚说的倾听是什么意思？头顶牙咬。
拳打、脚踢、肘砸、膝撞、直刺、肩撞、摔跤和反关节等任何伤敌的技术都可纳入其中，不但刺激，而且多变。这就是泰山令人疯狂的原因。表演赛十分精彩，让我们感谢这位远道而来的嘉宾。观察我也很擅长，可教授说的是不是我以为的那样？喂，同学，走路不看路啊？没长眼睛啊？我去。有走路小心点，别只长个不长脑子。走。绕了一大圈，还是智银拳击社最牛啊！那当然，这可是世界级的，多亏咱们俩报名了。哎，怎么没人啊？哎，同学，你是拳击社的，这儿怎么没人啊？喂，跟你说话聋了？你们社长呢？立定！巴萨，我们跑完了。10公里跑这么久，再去跑10公里。是，加油，走！阿峰，走！你就是社长骆万言？放心，新社员报的头一天，我会手下留情的。啊，不用麻烦了，我们是来退社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一旦加入，要走要留就不是你们能够决定的，除非打赢我。少废话，你们两个新来的，给我出去跑步去。怎么了？一脸不高兴。方宇真的太欺负人了，他竟然指定一个无名小子当决赛对手，压根儿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这次正在联赛，我是跟他对不上了。谁说非得等到决赛你才能跟他对上？哎，方宇，刚才听说你那一战赢得特别漂亮，连场面化解得很牛。哎，都比完赛了，干嘛那么严肃啊？拿这个按摩一下。哎，我走之后，教授他，教授没说什么，放心吧。他上课说的，上课说的那些呀。也有点道理吧，别的同学听得都特别仔细，特别搞笑。
你不会想知道他说些什么了吧？我怎么会想知道？我根本不需要知道，我就随便问问。哎，对了，明天的那个事儿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我已经充分考虑了，才会做这样的决定。嗯，好吧。明天那小子只能自求多福了。明天同学，家里有人来照看吧，多保重啊。明天同学，有没有考虑过为社会做点贡献？谢谢你的爱心。185，60，做快木行吗？可以。不是，这怎么回事？没看公布栏吗？公布栏？太赞了！四级吧？怎么？四级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太好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可以的，加油！加油！明天同学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会捎给你的。加油！加油！我是决赛选手，还是和方宇学姐对决？因为方宇指定了你，而且你应该感到荣幸才对。就为了锻炼我，你们就用这种手段？那是方宇的用心良苦，要不然就你这种菜鸟级别，怎么可能有机会跟方宇在擂台上同打？不过明天学弟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虽然你跟方宇实力相差悬殊，但是有我程亚楠给你做贴身教练，我相信。谢谢学姐。哎哎，那臭小子！教授说了，观察不能只看表象，所以我们必须先学会尊重。怎么样？尊重就是要有同理心。可要有同理心，你这个感觉得进去啊。感觉进得去又进不去，进去哪儿啊？哎，这东一句西一句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。方宇学姐，如果你真以为自己是女王，想展示至高无上的权力，那是你的事情。你为什么选择我当你的决赛对手？我为什么不能？我每天除了上课、打工，其他时间都要照顾我弟弟和妹妹，根本没有时间锻炼。就算有，你也知道我的程度远不如你。你这么做，是想羞辱我吗？你为什么会觉得是羞辱呢？身为正则的学生，就要对格斗有激情。这样在校外遇到麻烦才能保护自己，不是吗？我发现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沟通。是不是不管我怎么解释，你都不打算取消？是。有本事，你再申请转学呀。你放心，这次我直接申请退学。
他反应也太激烈了吧，方宇，你是不是跟他说什么了？他找我来让我打消念头的，我就说，有本事你再申请退学去吧，他都去了，那我还是被记的呢。这个明天可一点都不简单，这才进郑州多久啊，就把你这座千年病山激发成活火山了，还爆发了好几次，他可真厉害。哎，前面就是他打工的地方了，要不然我们进去找他聊聊。你叫我出来，去个见明天啊。你要想让我道歉的话，没戏。啊，我的女王殿下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一会儿进去就当做雕塑在旁边，其他的交给我。走了，事情要解决的是不是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走走了。哎哎，你好，请问明天在吗？他离职了。辞职了？他为什么辞职啊？听说上次送餐的时候他出了很多事儿，也没能按时送到，他挺内疚的，非要辞职。谢谢啊。盛泽果然名不虚传，这些女生简直都不能用女汉子形容，看来要跟他们做同学真的有两把刷子。才第一天就这么受欢迎。哎，小花你快看，哇，那不是骆冠言吗？就是他，曾经在高中拳击联赛创下31秒纪录的人。哎，31秒。嗯，别急，我们按照郑泽的规矩，到时候我不信他们还会拒绝你。学姐，这招是很厉害吗？为什么大家脸色都突然变了呀？这里是郑泽联赛的预赛场地，也就是校外人士可以公开挑战的地方。哦，那你的意思是这就跟比武擂台一样？那我是不是也可以上去挑战？可以呀，只要你买好保险，叫好救护车，随时欢迎你。有这么夸张吗？柯小凤，你怎么还不死心啊？没你的事儿，我找的是方宇。不好意思，方宇今天没来学校，你就算站到天黑也没有用的。明天的工作没了，奖学金也快泡汤，这一切多少都与我有关。欢迎光临。你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你们这儿哪台车最好？行家呀，来，跟我来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店里面最新的车款，
一体成型车架，它采用的是超轻量车胎，性能特别的好。我知道校长和主任想问我为什么要指定他，但我现在还不想解释。请问这台是不是不满意？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其他的车款，高贵不贵。不用了，就这台吧。你真内行，我到里边给你取台新的。既然方宇不在，那个叫明天的呢？我要试试他，究竟有什么能耐，能被方宇指定？他既然被方宇指定了，他的体力就该保留给 Chris。身为他贴身教练的我，还有我，代表明天拒绝你。进来。主任，我想申请退学。为什么？高级智能马桶、防偷拍更衣室跟恒温热水器都替你打点好了，你哪里还不满意？我不想参加正则联赛。啊，我知道。对你来说，参加联赛就等于是越级打怪。要在众目睽睽下打得跟猪头似的，确实挺纠结的。可这是正则的传统跟骄傲啊！不然这样，我跟校长商量一下，让你戴头套再打上马赛克。越就会消失不见。